我们看啊，有如果是有时有在空闲的玩家，下面是一场是北京的云峰对长春的富泰，温州 boss 对长春金泽，天津三亮对天津德明，啊，这四场。然后上海的 TT 应该是没有来了，我做弃权了吧？没来就弃权，好吗？我们还要打团体赛，来不及啊，来不及了。李秀汉，啊，李秀汉下一场是对上海的邵伟明啊，邵伟明准备一下，这台打完。啊，我们这里是韩国的顺啊，对阵长春的精彩，也是一位长春的老玩家啊，很多年了，完了。好，开局。好，警察不敢轻易进攻。好，叉子慢慢再往前走，小碎步。魔鬼的步伐。好的一个滚地叉，跳中，掉到反面。好，逃背包。轻叉，轻叉，下轻叉。连续的压制，下中拳，跟你拼了一下。哦，这个赚血赚的有点多。又进角落，想晃一下杯，看穿对方一个下中脚。好，开始压制。轻转，叉子打掉，一个背包啊，轻转过去一个背包，没有反出来。好，上来叉子好像掉了三分之一的血，警察保守打法，到反面啊，跳到反面一个背包，进角落啊，起身一个刷杯，重转三下，啊，这个杯啊，这个穿失误了，刚才好的一个下重叉啊，还没落地就把你打下了。这边是温州 boss 在吧 boss 和金泽这边先打吧，这边是温州 boss 对金泽先打，然后天津三亮和德明，要不到那边打，那边哦先等一下吧，先等一下吧，先等一下，没有裁判了。啊，这边裁判好吗？要不要试机器？不用试了，直接开打了。啊，好，上来那个韩国的杜邦以1-0领先，现在把叉子压到板边，剪刀腿过去一个背啊，还想背，看穿了。啊，现在血量相差太大，看看这个叉子有没有机会。啊，这时叉子不能掉。好的，开始压。哦，该背还是要背。哦，叉子掉了，不好打。哦，转到反面，前走一个小，前走一个背。哦，轻拳点得飞快，连发。哦，警察进角落。哦，这个警察啊，打空当打得挺然好啊。哎呦我操，很猛啊这个警察。
好的，跳到反面一个杯，再来，哎，这个失误不应该啊，起身一个反杯，进角落，哎呀，没插出来，刚才还有机会，啊，没有，好，扳回一小局。啊，叉子灵活啊，来回跳。啊，这个韩国玩家看上去挺会打叉子，因为韩国那边玩的人也很多，啊，各种角色都有。哎，一个下重叉什么？剪刀腿过去，起跳了，没有晕。啊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没有跳起来，三下啊，二比零。哦，很强啊，这个警察。兔子来了，兔子来了。Round one, fight. 好，起，开局后跳，压制，好像感觉这个节奏有点不太对啊。啊，反面剪刀腿逃出去，进角落，啊，一个弹墙，被打下来了，这下麻烦，三下，三下，三下轻拳，剪刀下轻拳，重转下轻拳，中转下轻，中转下轻，中转，好了，起不来，磨死，打叉子打得很好。上来剪刀腿，到反面，好的，一个跳压，一个杯，哦，一个片招，漂亮，打晕，潇洒，啊，比赛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啊，该背就背。啊，对。哎，距离没有掌控制好，对方一个失误，还有机会。进角落，电钻过去。啊，警察血量少啊，堵了一下，堵了一下，堵一下，但是被防住啊。如果这一下被铲倒的话，就麻烦了。现在精彩是一比二，落后一局。好，一个滚叉。现在警察血量还少一点哦，弹墙这个局，哦，中脚没有踢到，很危险。哦，很自信的两个压起身，好，哦，一个反杯，重转，哦，踢到了，他卖了一个血。哦，前跳踢。到反面啊，警察逃得很快啊，如果你反看了，哎呀，啊，一个后跳坐在电钻上面，剪刀腿过去一个前杯，啊，打点太高，卧槽，漂亮，这个没了，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，韩国的杜邦以3-1战胜长春的精彩。那么下面一场是李秀汉对阵邵伟明。
老外没说，老外没这场气。你记好了吗？邵伟民用。